有线索。哎，看不出欧洛伦往哪里去了吗？好奇怪啊，意思是这里突然什么都没有了，脚印什么的根本看不清楚。可这么大一个活人，还有鱼人正在呢，总不会突然飞到天上不见了吧？看起来你能听见地下的风声。抱歉，非常抱歉。不要动，我不想伤害你。与你的第一次见面竟然是这种形式，我非常抱歉。但是你就像某些动物，一感知到危险立刻绷紧脖子。你擅长战斗，如果是在别处我无法对你做什么。不过你现在身处夜神之国，烟迷主熟知的领域。你好，旅行之人，我就是你在找的欧洛伦。啊，逃走。你果然这么想，奶奶也这么对你说。我被鱼人众胁迫，就像烟雾里错误的预兆。你被一个谎言带到这里，留下那些痕迹只是为了引你过来。不过欺骗绝非我们的本意，这是我和另一位朋友见你的唯一捷径。你好，异乡的旅行者。谨慎对待这位旅人，他的灵魂暂时受制于我们，而且似乎变得脆弱了。我非常小心才能将他捏在手里。是我委托欧洛伦布下诱饵将你引到这里，又利用烟迷主的仪式将你的灵魂带到夜神之国。你和我的几位同僚打过交道，对你我听说了不少。在纳塔如今的局面中，我怀抱诚意，请求与你进行一次正式会面。届时，我会讲述我的动机，以及为何我对火神马威卡抱有怀疑。而你也不应该理所当然地配合他的计划。如果需要这些情报，到竞技场东面找我们。记住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，我不想再引发额外的冲突。返回现实后，你将见到我。无论我说什么，请配合我隐瞒下去。这都是为了不把奶奶卷进这件事。